安安。你好，田哥。今天怎么搞这么漂亮啊？天天的这种啊。天天这么漂亮，今天特别漂亮，老是在我的面前晃来晃去，不要晃了，啊，要站好，要听话，听话嘛，在我们中国内地，可以找到帅帅的小阿哥，到我们内地去以后，找个爱你疼你的朋友，那你一生的命运就改变了，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，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不成问题，但是我还发现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我听他们说你们缅甸的妹妹去了，在我们那里待不惯，她要回来，是不是在我们那里吃饭吃不惯呢？我们那里吃火锅啊，吃那些好吃好喝的，可你们偏偏要用手抓，是不是吃这种吃不习惯就想回来，就想跑掉？不是那种。不是这种。嗯。是哪种？你说我听听。男人是喝酒，天天喝酒，打牌，打人。不管啊，你去哪里是不管那种是不想要的，你的是真的。那喝酒很正常啊，男人不喝酒就没有女朋友啊。田哥曾经不会喝酒，都跑了三个朋友。老婆是不要喝酒了嘛？你老婆是要乖乖吧？喝有老婆就更加要喝酒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，地久天长。朋友是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去喝酒去，是你带他你老婆吧。一种是他们是不会跑啊。哦，你就说喝酒老婆就不会跑。哎，田哥就不会喝酒，都跑了三个老婆了。哦，你是渣男。我是渣男，我是最好的。喝酒是好事，但是不能喝多，有的喝多了发酒疯嘛。像你们缅甸阿妹、缅甸哥哥、缅甸小阿哥，不是经常喜欢喝酒吗？天气炎热嘛，在一起喝酒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是不是啊？老婆说的话是听话是可以的啊，那肯定要听老婆的话。他们会跑的。然后还有打牌了两天三天还不回去，他们是跑了啊。人家辛苦了嘛，加班加点打个两三天回来干嘛？一天回来，外面回来，然后老婆什么什么聊吧，不聊，是他一个人是无聊啊。他是缅甸人，是没有朋友，朋友是少的，是他也不想在了啊。哦，你说你们缅甸朋友在那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是吧？嗯。去了就很多亲戚很多朋友，七老表八姑爷认识一系列。其实条件挺好的，有吃有喝，生活过得开心，吃喝玩乐、打牌喝酒是很正常的。然后打人，还有打的。不打你这么漂亮，谁舍得打你？天哥就起码舍不得打你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男人是一个一个不一样，嗯。男朋友是好好的，然后结过婚了，是他不喜欢，他又喜欢别的，有了是会打了，你不知道。我没有听说过人家会打人，但是我只听说你们缅甸的原来的会跑掉。其实都不用跑，在那边嘛，有吃有喝啊，对，找到一个好的、真心爱你、疼你的就可以了。我听他们说，你们一回去过年过节，让你们回去，你们就不来了。我在家那边有一个他。她老公是打牌的，两三天她不回来的那种，然后她回来了，那个男人是不好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就不来了。哎，不行就不来了啊，有钱什么用啊？有钱还不好吗？有钱买漂亮的衣服，买漂亮的裙子，跟你买漂亮的化妆品，那抹得漂漂亮亮的，那生活过得美滋滋不好吗？我也可以自己找的，我告诉你，那种事我也可以自己找的，他不管是没有什么意思，没有了。哦，他说对你不好，然后你再多的钱也不好，是不是啊？嗯、关键是要疼你爱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自己人钱，然后我自己花是可以了，不用他的钱了，他是不管，是不想要他的钱，自己人钱自己买，想买什么什么都可以买了啊。你们其实我发现你们缅甸妹妹其实很能干，很善良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就是说自己赚钱自己花，都不会自己，一般都是自己赚钱养男人，不会说让男人来养你们，其实就是倒是相反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所以说你们有这个血液，有这个思想，所以说男人只要对你们不好，你们就会走。其实钱有钱多钱少倒是无所谓。对呀，是的。今天才搞清楚，哎，到时候你要好好的找一个，你不要跑了啊。
我他好是我不会跑的，我是乖乖的，乖乖的。嗯，我带你去我的家乡，跟你找一个好的，跟我做邻居好不好？我的家乡湖北，山美水美，风景美啊，小哥哥更加漂亮，更加帅气的那种，把他拉到我那家乡去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不好。他们喜欢是来可以找我的。啊，来这里找你是吧？对啊。好，欢迎远方的小哥哥来到中缅边界来找缅甸阿妹，中缅友好，包泊情深，漂亮的妹妹就在我的跟前。是不是啊？多可爱！我跟你去找一个小阿哥啊。嗯，可以。不要跑啊！我不会跑的。过来，过来，跟着我走了，走走。你看这个小阿妹就是说的，就乖乖的听话，她也不会跑啊，打都打不跑，就这样。嗯。